代表我们雄安大学来参展，因为我们有获奖的作品，分别是小文，然后远方的回忆。那上午论坛的话，其实就有跟同学之间去做一些小小的交流。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，就是台湾的环境跟环境其实两边环境不太一样，不同的环境情况底下，其实能来交流是最好一件事情，因为可以看看不同的角度，然后可以知道两岸之间的一些影像上面的过程。因为我觉得传播行业在这方面来说，其实多看多听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第一次来杭州，那杭州环境跟我之前在去广东的时候不太一样。那来到这边第一个发现就是好美啊，太久没有看到了，就是好美，然后感觉就非常的宽广。最大的目的还是希望可以跟就是我们的同学交流，然后知道他们的想法。那未来有机会的话，我也希望可以来这边可以工作啊，或者是可以来旅游，就觉得都非常好，非常棒。